小朋友照得特别好。当然了，你这个地方要放松一点啊。千里迢迢来走，好情意。陆毅这场戏为什么这么深受广大观众喜爱？也就是因为他人物的可爱，包括他声音塑造的可爱。我本只在想起来了，蓬莱村。虽然是自娱自乐，但是你还必须要打动别人，甚至打动自己。你不打动，首先打动自己，你不打动自己，你就感染不了别人。他是1987年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史湘云的扮演者。哈哈，大正月里边你们玩的倒热闹，都把我给忘了吧，真坏。林湘，邓先生，他说我看过你有一张照片，是演女驸马的。他你看，史湘云呢，就有女扮男装的，他就有时候他就像一个英俊少年、英俊才子。他说我觉得你最合适，他一下子点中了我的脉了。他从黄梅戏艺术启蒙出道，如今又回到了黄梅戏专业，授业一员。黄梅戏毕竟是我最爱，我的梦想还在那里。身体1、2脚很重要，脚的一个中心。我曾经教的学生，他说：“咦，这小哥哥真……”哎，我特别觉得特别的兴奋，因为我的艺术细胞啊，我的已经在孩子的身上起作用了。今天，郭晓珍来到跟我学的舞台，一字一句地为您教授黄梅戏名段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牛郎织女》，黄梅戏三大经典之作的代表性唱段，精彩剖析。跟名师学好戏，我在跟我学，等着您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学习陆豫中的大哥休要泪淋淋这段唱腔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学了前六句啊，大家唱得非常好，尤其是那个小朋友啊，小朋友还有这个我们的学生，因为你们毕竟不是这个安徽人啊，你们克服了方言的困难啊，像是黄梅戏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接再厉啊，学后面的六句。我愿
昨天唱的前面的六句啊属于平词，今天呢唱的这后六句呢属于彩腔，我带大家念一遍好吗？好。我本住在蓬莱村，我本住在蓬莱村，千里迢迢来投亲，千里迢迢来投亲，又谁知亲朋故旧无踪影，又谁知亲朋故旧无踪影，故旧故旧无踪影，无踪影，天涯冷落叹飘零，天涯冷落叹飘零，只要大过不嫌弃，只要大过不嫌弃，我愿与你配成婚，我愿与你配成婚。嗯，啊，这是后面六句啊。其实严老师的感情处理和用在声腔技巧上面处理特别特别的丰富啊，特别丰富。你比如说他前面说的，嗯，我本只在，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听，处理非常细腻啊。来，我们先学啊，来，我本只在蓬莱村，预备走。我本只在蓬莱村。哎，对，为什么？他是董永问他，问他，但不知大姐家住哪里，要往哪道而去？啊，严老师当时介绍，在唱腔介绍当中介绍非常细腻，处理非常细腻。他一下子没想到董永会问他你家住哪里，要到哪里去？其实仙女的目的就是要来找董永的。是吧？所以他当他问他的时候，他没想到我住在哪里，我怎么回答呢？所以他一下子他要撒谎，我本但又不能贼，他是在思索当中，在想我住在哪里，我住在哪里？在我本只在，他想的碰还等那个严老师啊，在。说这段唱腔处理时候，他用了得意两个字，啊，什么得意呢？他突然要想起来了，他要没想起来，那不就杵在那儿了吗？就尴尬了吗？那不就露馅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在想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慢的，自然而然的。我住在哪里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但是马上又收回来，因为他要保持他原来的那个状态。才不露馅儿，这处理这段处理特别好，来啊，来，我本只在蓬莱村，来一备走，我本只在蓬莱村。我们分开来，再唱一遍，我们从你开始啊，来啊。我本只在蓬，注意节奏处理啊，蓬莱村，来预备走，我本只在，不对，是我本只在，我本只在蓬莱村。对，来你唱一遍看我看，我本只在蓬莱村啊，好的啊，我的呢就是稍微在我哎，我本对了啊，他在思索啊，来再来一遍啊，预备走，我本只在蓬莱村，哎，他蓬莱村，马上记住，咱妈，蓬莱村，哎，对，好的。然后如果配合表演的话啊，因为往往唱的时候会把表情带出来，这样会体现到唱腔里面，是吧？
这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唱这个的时候啊，这句的时候啊，眼睛不要太贼，他有这个在想，但是绝对不能有特别贼的东西在里面，啊，就是他想，所以七仙女为什么可爱，他为什么能打动董永，啊，把董永的那个特别防备的那个心给打向，引起董永的同情和共鸣，就是因为他的淳朴。哎，对了，而且这个陆遇这场戏为什么这么深受广大观众喜爱，也就是因为他人物的可爱，包括他声音塑造的可爱。千里迢迢来投亲，千里迢迢来投亲。哎，你声音大一点，没关系的啊。来啊，千里迢迢，这个就像说话一样，千里迢迢来投亲。预备走，千里迢迢来投亲。哎，你的状态，小朋友状态特别好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地方要放松一点啊。来，你唱一遍给我听，好不好？来，千里迢迢，预备，走。千里迢迢来投亲。哎呦，真不错啊，不错啊！来，立起来一点，这样气息更好一点啊。来，接下来啊，有谁知？那这时候他就因为他是撒谎的，啊，撒谎的要引起这个董永的同情和共鸣。有谁知秦鹏故旧无踪影？来，预备，走。有谁知秦鹏故旧无踪影？有谁知秦鹏故旧无踪影？哎，你唱一遍啊！来，预备，走。有谁知秦鹏故旧无踪影？哎，我就发现啊，你的声音啊真是特别好，然后呢有一些拐弯的地方啊也非常好，但是你有一个非常那个大的一个习惯，就是你唱腔啊太刻板了啊，一刻板以后你就不能打动人了。你看，有谁知秦鹏，我刚才就说了，你一定要带动起来，你要作为一个演唱者，一个带动起来以后你自己啊感觉舒服啊，感觉舒服，有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个啊，就是虽然是自娱自乐，但是你还毕竟要打动别人，甚至打动自己。你不打动，首先打动自己，你不打动自己，你就感染不了别人。所以你唱的时候要养成一个习惯，一定要学会带动。其实我看你私下的表情非常丰富，也非常好啊。哎，那也就是说你在演唱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把试下的这个东西啊啊，带到你的演唱的这个时候。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？啊，有谁知，放松。有谁知秦鹏故旧无踪影？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你们听是不是啊？啊，天涯沦落，那个冷字啊。天涯冷，有这么一个东西啊，不是天涯冷落，不是这样啊，天涯冷落叹飘零。我连起来带你们唱一遍啊，那我先唱啊。天涯冷落叹飘零，预备走。天涯冷落叹飘零。
后面那个不要有啊，一个是不干净了，再一个呢，它阻挡你吸气了。天涯沦落滩飘，那就它就不好听了啊。滩飘，马上吸气，透气，离对对，哎，很灵啊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你放过来啊，来，预备，走。天涯沦落滩飘，离只要大过不嫌弃，来，预备，走。只要大过不嫌弃，哎，他这个里面又害羞啊，又得意又高兴。啊，又高兴又不好意思，他是分寸感啊，又不能过了，啊，又不能过了，就是小女孩子非常蠢的，只要你不嫌弃，啊，我愿意跟你同甘共苦，陪伴着你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他唱这个是，只要大过不嫌弃，啊，预备走，只要大过。嫌弃我愿与你，我愿与你这样唱的啊，又唱，还有一个就是呸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就是可以根据当时的对当时的你的情绪变化，因为艺术毕竟它是灵性的啊，它也有现场发挥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条件，所以说呢，你可以唱呸。也可以这样唱，来，啊，那我们就唱后面这个啊，预备，走。成婚呐、啊，一定要稍微快一点，因为不好意思，透过二十号终于有那个勇气把它说出来啊！哎，成婚，你看我愿意这样的，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啊，是这样的，你听了严老师这个唱腔音，你马上会有这种画面感，啊，成婚。啊，有这个东西在里面啊，来啊，预备走，成婚。好，那我要让你唱了，我愿与你配。其实你声音特别好听，就是你在节奏感跟情绪的把握上啊，到时候你多听一下啊。我是不是我啊？我我愿我啊，我愿与你，你唱是配。这个一定要拉下来，因为他特别害羞了，哎，成，终于说出来，欢啊！你看他那个声音啊，好像是笑着唱出来的，啊，笑着唱出来，但是他笑一点都不影响他的咬字，一点都不影响他的咬字，咬字还要清楚，啊，这就是他对这个人物此时此刻的
啊，声音的造型，我们讲声音的造型啊，我们这六句学完了，然后我们跟着音乐再一起唱一遍好不好？好啊。啊，好，再看我，看前面啊。非常好，刚刚唱的是六句，然后昨天和今天呢，我们两节课把这十二句《大歌逍遥六零零》啊，我们学完了，这样我们再把它完整的跟着音乐唱一遍好吗？非常好啊，就是你放开来唱应该是比你收起来唱要好得多啊。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把这段唱腔学完了，我觉得非常好，进步非常大啊。我们也知道了黄梅戏呢，你想唱出那个味道，首先咬字
啊，咬字要有安庆的方言，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装饰音啊，装饰音一定要很巧妙的。另外呢，就是装饰音的运用要跟这个人物要结合起来啊，为人物服务，这样呢才好听。我们可以经常去上手机软件唱七八，去听听我们严老师他是怎么唱的啊，这样我们就有更高的提高了，更好的提高，好吗？好。好。那我们就上到这里，明天我们再见。我也曾打马一再见，那黄字啊也有点黄，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哎，就好听了，你知道？睡了黄榜中状元。中字啊，不要直接冲出去。中状元，中安。安。哎，对了，潘安茂。潘安茂。他的每一个拐弯的地方，非常恰如其分，不多也不少。父亲恩爱。